大家好，欢迎来到吃游青岛。今天小编带您去青岛的渔港码头上看一看出海三个小时就回来的渔船带回来的最新鲜的海鲜。小编花100块钱，大家看一看能买多少海鲜。由于出海的时间非常的短，所以海鲜非常的新鲜。渔民在海上来不及分拣，就运到岸上进行分拣。一会儿都没？是五十八吧，65了，来，三个人，我们点。我都热了。这么沉？6两。大家看一下，这些螃蟹是真正的海捕的螃蟹。能买？那么大十切的。三十块钱。大十不正啊？对的。就是吹的。20块钱啊？你这皮管多少钱？三货的哈。那块抓一串。太小钱了吧？你这多少都没？啊，咋的？啊。那咱们到那的觉得都压出来，一块钱是不在这个头是不严货，那那个多么大么堆。那8块钱挣了，人家拿不都卖10块的人少，这在这个头上这就干不来人呀，根本。那你看看，8块。哦。便宜点。便宜怎么便宜嘛？那昨天人家一都卖9块呀，那咋个能俺那俺能去卖多少钱嘛呢？但是几点出的货？这是一早才6点出。那一般的船几个小时回来？要3个多小时出的吧。3个小时就回来了。啊、哦。那你要不要你什么这么快去货？我要不了太多啊，你要多什么的，给我弄点尝尝就行了，不必啊，给我弄个4斤就行了。哎，4斤。好了吧，好了好了，没有4斤啊，还没有4斤。嗯，俺天灯还没有数，那咱得有多么高嘛，早上的两个人都不怕多的哈。一块一咱是啥在那的生意，拿5件贴了，拿6件吧。哎，你给我撑这不已经撑了，拿6件8，6件6了。你别你别在了。贴件吧，拿贴件吧，拿在在空上着，然后不给你打贴。撑不了。拿贴件。贴件。嗯。贴件五，贴五。缺件多少钱吗？哎，50块钱行了。啊，你快包年不得活翻身了呢。哎呀，那8件1两的，8件7块5是个包，是个5包4，7包5是6，60块钱的。这地下怎么卖？10块。啊。10块。不点啊？那才倒进来好几斤呢。那是不多了点利息。多少钱？一会儿多少钱？要不了，要不了。要几件吗？要个。哎。3件行了。3件。这些店干的不够。行，行，是不是？4件。4件。4件。钱了啊！出、啊、了，出、啊、了，大件包了，这是。都是15，拿4件啊。哎。